哎呀，你这个脾气能不能改一改？别动不动就生气，好不好？那你做事之前能不能为我考虑一下？我这样子能去爬山吗？哎呀，好了，不逗你了，你跟我来。知道你爱美，肯定穿高跟鞋来。喏，给你准备了运动服和运动鞋。这么贴心呀？不生气了？赶紧换上吧。可是我去哪？这边。你没有厕所？哎呀，这附近也没人，要不你就在车里换吧。车上啊？对啊，我帮你望风。哎，啊？你不许偷看啊！哎呀，知道了，快去快去快换。哎，这么快就换好了？嗯。哎，别动。怎么了？仙女怎么能自己系鞋带呢？我来。不行，不要动。好了，小凯你真好。走吧，我们爬山去。哎，慢点慢点慢点，走。哎，好累啊。哎，张二爷，你快上来啊！不行，我走不动了，我不走了，我不走了。你快点，马上就到山顶了。你快点，你到这儿我就背你。那好，说话算数。哎，我说话算数。来，我蹲下等你。哎，你快来。哎呀哎呀哎呀！你下来吧，下来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哎呀，我累死了，我要坐一会儿。哇，这里还挺好看的。小凯，给我拍个照。拍照吗？嗯。你天天在办公室待着，是要出来走一走。来，把手机给我，给你拍照。把手放在前面。不是这样，你好蠢呐、啊！我给你摆姿势。哎，这只手，叉腰。嗯。然后这只手，摸头。摸头。然后看那边。对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你这样会好看吗？啊！来，别动哈，三。二一，怎么样？好看吧？这能好看吗？你觉得？怎么不好看？我给你摆的姿势 S 型。哎，你手好凉啊，是不是很冷 啊？我带你下山。哎，刚上来你就要下去，我还没玩够呢。我帮你把拉链拉上。山上风大，一定要注意保暖。好点没有？你抱着就不冷啦。张若言，我爱你。嗯，干什么？你叫这么大声干嘛？也不知道有没有人。这哪有人啊？万一被人听到丢人。来了，快进来吧。啥事儿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？挑了一部电影要跟你一起看。哎呀，那你下次在电话里说清楚，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，十万火急的把我叫过来。哎，难道叫我就不是十万火急的事了吗？你真的太能说了。过来吧，电影要开始了。你这挑的是恐怖片啊？对啊，那要不然为什么这么着急把你叫过来啊？你个女孩子看什么恐怖片啊？我们来看个喜剧吧。你不会是怕了吧？开玩笑，我堂堂男子汉会怕这个吗？哦，是吗？那我们就看这个。操！你干嘛？去过拿瓶水吧，我渴了。好好，我马上去。哎，你怎么坐那么远？你怎么看啊？快过来。不用了，我在这儿看得到。这儿没别人，你不必掩饰。过来过来过来。哇、哦，终于看完了。我太难了。都这么晚了，我就先回去了哈。好吧，我送你。哎，今天太晚了，我就睡这儿吧。